叫李轩宇，可以叫 Adolpho。我从深圳过来。我过来这边，现在是我第一个学期，就是我现在在这边可能有待到一个多月。我觉得这边学习蛮好，环境的话，因为它属于 community college， 所以它人会比较少。这样子的话，学习的话，你跟老师接触的时间会多一点，机会会多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对学习就是帮助还是蛮大的。我觉得挺有用的，因为我们老师会有时候叫我们过去修改一些东西，或者说有不会的问题的话，去 Learning Center 里面基本都可以解决。我现在在修 Engineering， 但是我将来会转到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或者是 Structural Engineering， 就是结构工程。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去 OSU 吧，但是其实选择蛮多的，但是 OSU 因为比较近。